声。螺丝刀，胡萝卜，谢谢植物鱼。灯笼鱼艇准备好了吗，兔兔兔？准备好了，队长。启动章鱼警报，艾迪小纵队去发射台。队员们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下潜到海洋底部，给谢灵通的书增加一些新的内容。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午夜区指南。午夜区听起来很黑很吓人。没错，伙计，午夜区是海底很深的地方，连阳光也照不到。在这本书里，我描述了很多午夜区的神奇生物，有帽贝、管虫、深海鱼，但是后面你们看还有很多空页呢。我们的任务是找到那些从没人见过的生物，填补书中的空白。因为下面太黑了，我给灯笼鱼艇加装了一盏灯来帮助你们探路。如果潜艇上的灯开始闪光了，就说明快要没电了，这时候你们得赶快回来。谢灵通、皮医生、呱唧，穿上深海潜水服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队长。开启章鱼堡舱门，突突突。好嘞，队长。也不黑呀，那是因为我们还在日光区，